我哪一只？一只。在哪？是什么五花手？好，我再看从右边。我怎么？手站不会挡住吗？不会啊。哦，站住了。小米。老鼠跟肯尼谁比较大？但我没看过，我不知道。天下小鸡一般大。不要把我们跟你相提并论。你真的吗？哈哈。左手。左手。右手。为何要过水？哦，输五十几分不拼摸。嗯。拼一下。八。只是没摸到而已嘛。八彩。对。感觉是这样。感觉我打的是积分啊，搞不好摸一把就觉得亏来啦。六万，放。嗯，这也可以接。可以啊。六十。零分。单手。五七。二手七，杠起来二比七手，七手七比八万被碰又怎样？被碰无所谓啊，还是有啊，四张牌啊，这拿什么？八万有被碰吗？胡牌只要一张啊。哎，很晚喽。嗯，等庄家打我就不会过，庄家打我就不会过。五啊，打。六，好庄。对。啊。哇！不会吧？对对，我刚才超后悔，我刚才看到红中掉出来，我发财可以本来可以碰的，但是我很想摸那只红中，就不愿意把它弄掉了。干就你连着跟着打，超猛！坏坏哦，难怪我想说看到那只掉出来了。我本来拿它打发财，我碰了就不红中就没了，对吧？凑一色，小三元，小三元，连一。妖修哦，八九十十一，十一台，十四点，贵了贵了，贵了贵了贵了。你呢？嗯，碰。他不想了解你的兴趣，那也代表可以不用理他了。碰哦。你一直玩麻将，不玩他了。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哎、欸，那是他，那变成他，那是他的问题吧？里面有大鱼麻将。哦，一万。你说他没有麻将？对啊，那他要检讨。放。七万。啊？连摸两张一样还是怎么讲？放。五万。四万，一零，老许这是积分王游戏。二比，一比，哦，你跑那么多啊，都没有试图控制游戏，不错。哇，是要试图控制一下 ？Sorry， 是这个吗？对。哎、欸，对吧？六万，看我刚就摸进来了，老许的面碰。我有两只哎。对啊，我想说干我要不要拆啊？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九万，你还差一只红红的呢，老许。三只，无所谓啊，会留。两万。啊？三点。八点。怎么觉得我会摸啊？
不是你被摸也是等于我们被摸，你懂吗？哦、有这种事。二万。嗯，来，我打得很自在啊，不然分数怎么打？两万，老许怎么会把那张牌收进去啊？是说怎么不会？有毛病吗？来，微微安安，八九，你不打那只，我心不安呢、欸。哪一只？搞不好多没张啊，对不对？耶耶耶耶！干干好帅！提早有资讯，我要直播了。干超猛的，算到了，超猛的，都你啦！干超猛的，哎，但是他卡到了，都你啦！这个资讯太香了吧！笑死我！直播又凑一色，又凑一色，又凑一色，凑一色，小三元。直播。啊，就这样，连庄，大了，连不止连一吧，连一，甚至不放二吗？你总共是三呢，所以一二三四没有，总连二吧，连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加五，十四，好了，耶，算到了。